山东投资，看来不止黄国昌口中的回馈家乡，似乎也想赚人民币拼经济。前两天在我竞选总部的时候，我已经一次的让记者问到饱了。一贯闪躲，自认该说的已经说清楚。黄国昌坚持反中有理，岳父到大陆投资 OK， 但高希智在山东的经商细节一一曝光。黄国昌又要怎么自圆其说？大选倒数也面临选民严格检验。